下面我们讲一个销毁变量啊，销毁变量就把变量给你手动的把它给销毁掉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用什么呢？用 onset 来销毁变量。销变量，你比如什么意思呢？同学们是这样的，说 dollar a dollar 那么一等于十啊 ，dollar 那么一等于十，然后呢，我 onset dollar 那么一 ，dollar 那么一。那么这时候我再输出一下多少张，还有吗？还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多少张也没有了。好了，那么下面有人说这个东西多简单，老师讲它干啥？我告诉你啊，下面来一个问题了。一个变量的组成，一个变量的组成，我先那么一，这是十啊。下面问你。当我 onset num1 的时候，他们一个变量组成是不是有变量名和变量值啊？那么当我 onset 的时候，到底是销毁的是变量名还是变量值呢？那我把变量名销毁了，变量名那值呢？销毁的是值的地址。哎，我先问你，当时 num1 等于十，这里边有几个空间？两个空间。现在我问你，我销毁哪个？还是两个一起销毁？一个是 num1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给你一个结论啊。onset 它是销毁变量，那么销毁的是变量名，不销毁变量值。销毁的是变量名，不销毁变量值。那么变量的值由谁去销毁呢？变量值由那个 PHP 的垃圾回收机制去销毁。啊，变量值。值由这个 PHP 垃圾回收机制销毁。好了，那么这里边我要给大家说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说老师你说是销毁变量名就变量名，你得做个实验给我看看呢，你得证明给我看，我才能相信你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好，那下面我要给大家做个实验。来啊，到了那么一，我给大家做个实验，到了。那么二等于什么呢？ dollar 那么一取一个安德福，看这儿，我现在做的是这样子的，十付给那么一，然后呢那么二我指向了这样十，注意了，当我 onset 那么一的时候，假如我是销毁的变量的值，假如是变量值，那么请问输出那么二还能不能输出来？假如是销毁的是值的话，假如销毁是值，那么如果是销毁值的话，你那么一销毁把值销毁掉了，那么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如果你销毁那么一是销毁的变量名，把名销毁掉了，那么二能不能出来？所以我们这时候就来看一看这个结果是个啥。走，哎，这是首个分号，走，哎，是不是出来了？那么从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？销毁的是变量名。好，第二个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我给大家证明的。啊，为大家证明的是我们销毁的是销毁变量名，值不销毁。第二个来问题了，有人说，那这个我销毁变量名，那这个值它什么时候垃圾回收机制来销毁？它怎么就是个垃圾呢？什么是垃圾回收就是销毁垃圾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它怎么知道这就是个垃圾呢？哎，对了，如果你再把那么尔再一销毁，请问这个值有没有人引用？只要是一个值。没有人引用，它就是垃圾，它就是垃圾。所以说，什么是垃圾？没有变量引用的空间，引用的值啊，是垃圾。那么这时候垃圾回收机制是不是就清掉了？对，那就清掉了啊。没有变量引用的值是垃圾，所以那个垃圾回收就会销毁。所以说这时候，当你再来一次，就是你写两个 onset 的时候，两个 onset。还有人引用吗？没有人引用了，那么这个它就会自动的就把十就销毁掉了，那销毁掉。OK， 这个是销毁变量啊。
好，效果变量我小结一下，效果变量用 onset 来效果变量。那么效果就是什么呢？效果就是变量名，变量名啊。那么如果说一个变量没有一个值没有变量引用，那么这个值就是八级啊，就是八级。